锋利一的铁剑我也有一把，要不要合在一起变锋利二？拿斧头都可以拿铁剑。对啊，哦，我看我锋利给你好了。哦，拿斧头拿铁剑。我这里有，这里。OK OK OK。哦，对，拿斧头可以拿铁剑，对，丢出来。对，随时切换。我那个中心点是往这边挖啦，中心点应该是在这吧？要不要过来跟我走一下？我怕你们不好了，跟你一起了，跟你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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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好是三个人一起，四个人一起。我们要不要拿个？我把食物先带着。食物对什么东西能带就带了。甘蔗还没长哎、欸，真是有够奇怪。好慢、啊。甘蔗没这么快，甘蔗没这么快。真是有够久。哎、欸，你们人呢？等一下，我们在准备。还在刚刚那边啊？带过去，那边会很远吗？应该还好啦，还好，不需要这么急吧？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逗留啊。还是好了，不要急嘛，不要急。之前有把重要资源带在身上就好了。有将那什么那个钻石都带来看一下就好了，知道在哪里就好了，知道在哪里就好了。煤炭，我全部拿了带着。我是往这边一直挖啦，大家可以。这个这里，我是往这一条路一直挖，这里应该是往中心点吧？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这里。这里啦，对对对，有按序的，按序没有这么紧张，没有这么紧张啦。大家不要搞成这样。啊，你说按从这里怎样？从这里怎样？就是一直往前走，我们做火把吧，做记号嘛。我还没挖到中心点，只是让大家知道在这边而已。OK， 一直往前挖，一直往前挖。好 ，OK。好了，记住就好了，记好。我怕你们不知道怎么往中心点而已。记一下。好可怕。附近是没有 ID 啦，所以是还好。嗯。哦。那我们先都在这边挖好了啦。你是说先挖一个大的吗？这边开始鱼、啊，为什么现在才有人拿来采矿？哎呦，听到蜘蛛了！哦，他们应该是那个啦，应该是隐藏的。哦，隐藏的，对啊，就隐藏的啊。就是一开始你先不要什么，先拿木头，再拿工具箱，还是怎么样？那可以有一种方式可以隐藏。哎、欸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我那女巫的声音，右边。女巫、欸，哎，等一下，右下角是女巫。女巫掉下来了，哇！危险！女巫就不要打了，女巫很恐怖。不要挖那边，她被他丢到一个左边。哎、欸，他在秋，他在秋风那个方向。我看那个就是往前。我们不要往那边，这里不要往这边，因为上面就是洞窟了。啊、哦，黄金太好了，有金，太好了！会不会一挖他就掉下来啊？不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我挖到了，哎、欸，挖到女巫了，有人挖过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。Shift， 有人挖过了，看一下，是吉言吗？对，那是吉言，看一下，这边是中心的机关。有人插过火把了，有人插过火把了。那有人探过这里，我们回头吧，先回头吧。哎、欸，也不一定，他们不一定会来吧？哎、欸，有人离我们很近，还是你们觉得我们要不要跟？哎、欸，有人死了，19杀死了，巧克白。还是你们觉得我们要沿路过去吗？其实我们现在装备很强，我想去啊，看到人的名字了，对，在右边那边。哎、欸，你看到吗？在哪里？右前方。哎、欸，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小心！哎、欸，那谁要先过去？好像是红色的，名字好像是红色，哎、欸，红色的。好，来，我在秋风。他们按 shift 了，对他们也知道，他也看到我们了。等下秋风注意一下，我们要不要先退啊？真的要去跟他直接打起来吗？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装备很好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空间太小，空间小啊，盾刀随时弄的。等下秋风要不要先撤？要先撤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我们烧一下，可以再做一个金苹果。好，先退。对，先退。哇塞！退到哪里了？这边比较大一点。我们就从我们进去，我们里面，我们回过去一下。我们补起来，回去刚那边吗？我补起来，挡一挡。我们就回到刚那边去了，就是从那边右转，然后过去就是人了。哇哦！哇、wow、哦！就是对，现在所以他们也到中心了。有点想吃金苹果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直接吃了葱吗？对啊，要不是没看到人，因为我们还可以再做一颗金苹果啦，所以最好还是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也很接近中心，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我们要不就是这边了吧？这样，哎、欸，有僵尸车呢。要迁移到这吗？要迁移到这吗？女巫也还是在附近啊。他们应该也暂时不敢靠近吧？我也觉得他们暂时不敢靠近。其实我们打有胜算呢、欸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胜算蛮大。我们应该没办法打到自己人，对不对？不会没办法打到自己人。那应该没问题，我们要不要先把家搬来这里？哦、僵尸身好近哦，因为洞窟在上面，洞窟在这个的上面，是个黑色的，这个白色不能挖，它可能会掉下来，挖就掉下来了啊！真的、哦。然后就丢一个那个毒的药品，我们所有人被毒。没有，他会有 CD， 所以还好。先去回去搬家，我先回去搬家。
哦、鬼鬼在我前面，我刚一直推着鬼鬼走。这附魔师他们也有啦，你看我们刚刚他们应该要打的，他们没有，还没附魔。对他们还没附魔，可是他们现在也还没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打吗？要么直接杀过去了。那、啊、我好，我们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再做一个金苹果，可以做一个金苹果了，能做了。可以做一个金苹果了，好。来来来，打打打打打打。那我先吃一颗啊，我先吃一颗。我先补个保持度了。然后先前面是不是要先挖开？我先挖开，荡起来。我这里有两颗，谁那边没有金苹果？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好了，丢出去。原来我们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们都没有，我现在金也不够了。黄金还在烧，这边就只有、欸、家里的黄金你有带来嗎。哎呦，我吸到，我吸到，我吸到。我要先吃一颗了，我想要先冲过去了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秋风先等我们好了。我先挖通好了，我先挖通。六个金那做不了了呀，没办法。做不了哎、欸，好刺激啊、喔！先带你带着吧。我死了怎么办？家里刚刚是不是还有一点？我刚刚全部带过来了吧？充了，太多了，充了啦，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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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充了啦！我在后面哦、喔，如果就靠你们拿。好，我可是我们道路，我们道路要不要挖两格宽啊？有点，你可以稍微挖一下，没跑，我们就追啊，好刺激啊、欸！找那种他挖过的那种痕迹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、欸，可能是从另外一边呢、欸。是另外一边，他们也很有可能退了。我们这样子去追的话，他们真的会很有时间可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在下面啊？下面这个是真假挖的吗？欸这不是我补的、啊啊，这是乱石。好好好，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人放开 shift。你们有看到有人放开 shift 吗？目前没有。现在我们只看到名牌，自己倒是放开很多次。没有了、欸，没有了、欸，不见了。往回呢？往回？那他们不见了吧？往你的回头那边看看。我看后面。往有那个乱石的地方。我正在看，这个就是机眼呐、啊哦，没有了。那边的机眼。对啊，好吧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多挖一点黄金了吧。现在就是还是我们继续挖矿吗？对啊，好，继续挖矿吗？他没看到人了。哇塞，我们一个下定决心，然后结果他们就走了。结果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啊、太过分了，找不到人了。另外还是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哦，另外一边两条，我跟在很长哎、欸。只有路吗？是有路吗？这里有路有路。我觉得有可能有。我跟在鬼鬼后面打起来。哎、欸，好好。我还是没看到 ID、欸。我们都在。你有看到 ID 吗？祥林，祥林，祥林，你要注意背后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我们现在好像在潜伏哦。哎、欸，这里好长哦，这边鬼谷的地方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看一下他们家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还没看到人、欸。我听到的是啪啪啪的声音吗？哇塞！这边开始鱼谷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里好长。没有人，没看到、欸。他们刚刚一定是在这边，他们我觉得有问题。好, 好、欸，应该是这一格，应该是这一格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他们可能过去。秋风应该对，应该是这个。欸、鬼鬼，我觉得是鬼鬼。鬼鬼走这边，杀进去，杀进去。鬼鬼，迅速按住，来来，我们慢慢，我们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来来来，好猥琐，好猥琐。哇塞，所有人都是蹲着过去。你们按 F， 你们就感觉更怪了。你们有看到那个吗？任何的那个有人的名牌是吗？嗎目前没有，目前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远离我们，应该是离对他们应该跑掉了，他们应该真的是跑掉了。可是我们就慢慢走过去，他们应该老早就知道黑黑的地方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到了 ID 了，哪里在右边，在左边，在左边，左边吗？好，往哪里？左边，现在看不到哎、欸。不见了，好远哦，那个好远哦，好远哦、啊、我看到了，有可能是别队的人，两个，有两个，别队的人啊，不晓得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要打吗？要过去吗？你们要过去吗？走不到啊，这里走不到啊，走不到那边啊，不是走另外一边，走这边看看好了，这条路继续走下去。我干嘛一直推你？可不可以自己走？有没有没有，你没推我、啊，我是自己走，我只是倒着走，误会误会。注意一下，好好笑哦、有僵尸声哦，会不会他们设陷阱，然后我们过去，然后就有一大堆僵尸啊？不会吧，哪有人那么小心眼啊？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找他们，会不会浪费？对啊，浪费我们挖那个黄金的时间啊！等等，我在看，有钻石哪里？对啊，可是我们就赌他们挖到的是我们的、啊。哎，这边他们鱼骨了啦，这边他们鱼骨过了，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还是我们就、欸、很多怪的声音呢、欸？还是我们就放开 shift 直接冲？左边还有骷髅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保持度会到的时候就没办法 PK 了。哎、前面是不是他们的家啊？对啊，前面好像有个什么哎、欸？有东西吗？
有前面有东西，我看到人的脚了，是不是？哪里？那个是甘蔗，是甘蔗，是甘蔗，甘蔗。甘蔗，你会不会走一走绕回去啊？树苗是树苗，树苗啦，他们在那边种树了。哦，有箱子，有箱子哎，翻箱翻箱。哎，该不会是刚刚死的人吧？你们哎，有可能哦。哎，左手边各位，左手边，左手边有人吗？好像有人的名字，嗯，有吗？刚远方还蛮远的，哦，看不到了。现在他有一本书，木杆、木头，没有什么东西，甘蔗皮革。他们是不是放弃这里了？应该是的。熔炉里面或者是死掉的人的啊。熔炉里面有什么吗？可是煤炭，煤炭都是煤炭而已，木炭。哦，是没有黄金吗？他们我的小指没有没有没有黄金。我的小指头好酸哦，都是这样的。还要再去找吗？不用找了，我们赶快挖矿了。我觉得，因为好，那先回去我们的那里中心那里。好，还回去那边吗？我们时间还够吗？还是在这边挖？可是在这边挖，那些都在家里。对啊，都在家里。哎，冲回去了，冲回。对，对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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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一样右边的。啊，有了，对，就是他们嘛，应该是刚刚看到的人吧。起来走了一段，但是他们应该很明显没有看到我们吧？我看一下有没有，感觉是绿色的名字吗？不晓得，名字有一个很短的呀，名字很短的，是五四一九，会不会真的是绿色的？四一九一九啊，这是十九，十九，十九还在，那个名字那么短，我要不要跳？对啊，我觉得那边应该是绿队的，绿队的是不是？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绿色，他们的名字好像有点绿色。我走过来了，有人跟着吼，他们越来越接近了，就是我。他们按幸福条了，啊，他们看到我们了吧？对他们看到我们一定。那要去杀了吗？哇，我要吃金苹果咯。看到人的时候你就吃了吧。我觉得应该先吃了，提前先吃了，因为很有那么近了吗？很接近了，看到吗？很近，他们在上面呢。哎，有人降下来，我看到哪里？有，他们在上面而已啊。我要去杀了两个。可是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要去杀人了。走了走，一起走了走了走了。哪里在哪里？有杀起来了，被打了。冲锋冲锋，可以了。解决一个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在哪里？哦，是啊，好，解决了。还有吗？耶，太好了，是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的血确认自己的血。灭了绿队灭了，我们把绿队灭掉了。对，我们把绿队灭掉了，太好了！血血，好多装。你们吃青苹果吧？秋风，我满血，我满血。有血吗？你们有神血吗？我满血，他刚刚打我，直接用盾挡掉。这个给你吃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先吃掉了一格，还好。等一下，我身上满了。对，秋风，秋风，你先吃。看他们有没有食物？有，他们有食物，太好了。他们有没有食物了？哎，有人挂就直接掉了。哎，食物还没烧，还有铁。然后有烧一下食物，烧一下他们食物。哇塞，好刺激啊！哦，没有金吗？他们有金吗？没有金，有金，有吗？我身上捡了六个，我放在箱子里面。太好了，太好，太好，太好，那可以再做一个金苹果了。先放箱子里。哎，反勇士，吃一下，我先吃。啊，有人死，又打起来了。繁星被繁星杀死了，绿队哎，蓝队保护一。好，我看看，哎哎，谁要这个？谁要箱子？你放箱子，你放箱子，金苹果放箱子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把这边挖开一点好了。好，后面这个有点太小了，太挤了，有点小。刚刚要打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很挤啊，对对，就很难打。有被咬打打火石。你有放箱子吗？金苹果，金苹果我还没做出来，等我马上做出来。我放箱子，好，我先吃掉这一颗啊，我先吃掉这一颗。好，我也做出来一颗，谁需要吗？谁需要吗？哎，那个有牛排，你们先拿一下。哇，好刺激哦！我这边有46个牛排耶，他们好多。哇塞！我这边27个烤猪肉，他们的东西，哇塞，食物好多。我们，他这里还有一颗铁可以拿去烧。哎，这个食物是我可以废一直浪费的那一种感觉。对啊，我们就随时跑，随便跑，随便跑。是啊。啊，他们也没有弓箭。哦，对，弓箭我觉得比较难拿，可是他没有骨头哎，我有捡到。身上有四把钻石剑。他们被背袭了，袭到四把。他们被背袭。哎，纸片刚掉血了，纸片也掉血了。对，纸片我刚看到纸片掉血了。所以蓝队只剩下一个人了，而且只有两点血，火把也两颗。哎，那个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就是哈吉他们那一队，我们要注意红队。苹果，我们要注意的是红队，对。我刚吸到六颗苹果，六颗苹果，我们现在要拼命的挖金了。哇塞，我们要拼命挖金，我八颗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要注意一下附近，注意一下附近。
哦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会不会随时又回来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还有其他这一队应该不会有人再回来，因为这一队已经死光了。可是刚刚有人，就是他们有人打过他们，就是打过他们，怕在附近。哦，对他们知道我们把他灭了之后，想说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又回来？对，对对。哇塞，哎、欸，我们各种专业分析，打哪一定要的？我最想打的是红队啦。因为他们刚刚才附魔师而已。你们有人缺盾牌吗？我这里捡到两个盾牌，三个盾牌。有没有附魔？没有，都没有。有没有附魔才是重点。应该没附魔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要不要回去拿我们的附魔牌啊？对啊，要回去拿吗？要拍一个回去，还是马上还是打？对啊，还是搬回去。哎，附魔牌我身上有啊，他们身上有啊，他们身上有。我身上有，那就放身上捡到的。他们身上都有。对啊，他们所以打人还是有好处的啊。对，好爽，还蛮爽的、欸。哎呦，这边小心了，他们会掉下去。秋风，你金苹果都吃完了吗？我吃完了，我这边没有金苹果了。真的、哦？那我们再做一些金苹果给秋风跟有好。现在血没血，我现在还有六滴。你们两个血比较少，我刚刚真的被打了一下。我还有一颗，还可以。等一下再吃。吃吧，等一下再吃吧。现在就要吃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先拿着好了。先拿着了，先拿着。啊，做、哦、我们要不要做个铁簪啊？它铁够的话就可以做啊。这边够吗？先做一个箱子啊，这个箱子好满哦、喔。对，这箱子太满了。四个铁了。哇，这边会有黄金吗？欸、这个高度？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各种就是蛮幸运的，而且刚刚好刺激哦，一条路打。对啊，刚刚连闪都没办法闪呢、欸，真的没办法闪、啊，我们就窄了。这个箱子我有在这边放一个箱子，而且刚刚鬼鬼从退向走过来，我以为他是敌人，从后面挤上来啊。对对对对，有20张皮革，还有13个甘蔗、欸，哎，要种甘蔗吗？这哦，好像都不会长的。13个甘蔗，13个甘蔗可以长不出来了啦。现在时间，我们就直接做书了吧？对，我觉得时间应该已经可以做一个书柜。可是想你那边还有皮革吗？我这里有20个皮革哦，有这么多啊？那他们喷出来的，做个书柜吧、哦。而且他们身上还有岩浆桶、欸。我的皮革刚好好像已经拿出来了。岩浆桶。对啊，我先把所有东西放下去好了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一个书柜合成好久、啊，气死了！哎、欸，合成超久。那个我有两个铁剑，一个是锋利。一个是节制克星跟燃烧，你们要哪一把？哦，黄金还好，黄金。你燃烧和锋利合在一起，燃烧和我们又可以有一个金苹果了。嗯，哦，太棒了！还有青金石吗？有有有，有我也还有，我有13个青金石。铁斧那个钻石斧没有附魔吗？没有没有。一下吗？我看一下钻石斧。哦对，可是钻石斧我只能附效率哎。附效率就是附效率，破洞会更有效率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，哦，原来它的效率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人那个钻石剑要合成吗？我这边还有2-3把效率空的，空的吗？我来合看看。可是我只有4级耶、哎。可以合一次，哇、哦，2把哦、哎！我身上锋利腰直接合喽。看一下还是不是锋利？击退锋利，锋利，锋利。哎、欸，可以有锋利那个喽。太好了，锋利二，锋利二，走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把2把那个附魔的合在一起、啊？你们要锋利二还是2把和锋利二再合在一起变锋利三？把附魔的。对啊，我是节制克星燃烧。放在那个要放铁针。铁针上，你要锋利二会好一点了吧？真的要用铁针？有铁针吗？有铁针吗？目前是没有。要再挖铁了。要再挖了，要再挖了。铁吗？我看我身上够不够了。铁针的话。因为我现在有2把锋利一，1把锋利二，可以合成锋利三。需要几个那个铁砖啊？32个，32个，27加4，32，31个，有啦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够了。可是我没有等级付哎、欸，要等你们付。要再挖喽。对，没有等级。挖矿。等级我7啊，我等级7。那全部交给你，这要看你要不要合成锋利三。有人身上有钻石剑吗？我看一下。有，我还有一把。那丢给我，丢给我，谢谢。你们的钻石有这么多、喔？我刚捡到的。刚刚他们喷出来的、喔。哎、欸，祥林，祥林，你那一把可以丢给我吗？啊，锋利三我做不了，因为我等级还差2。我给你一把锋利2的。好，你先丢回来。还有锋利1的。锋利2的先丢给我。锋利2的吗？出来了。好。就是克星燃烧。哎、欸，锋利二，我把我2把都丢出去了，哦，还要我吸回来，我吸不到，我吸不到。可是我身上还有一把锋利一，哎、欸，那么多吗？哇，这么多、啊！
那么多、哦，到底有多少把剑啊？哪来这么多的剑啊？刚刚是捡到一堆啊，全部放箱子来看一下有多少把好了。我这里身上有三把钻石剑，我又有一颗金苹果了，一个击退，一个。我看一下青金石在哪？就把它合在一起吧。哎、欸，对，远方那个是祥林还是谁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在近，我在近。右前方有人，有名字。右前方有人。哦要在 PK 吗？有我这边一个人又要 PK 去了是吗？蛮近的耶，很近，一个人什么？一个人而已，落单的。等下，是不是汪汪？是不是汪汪？可是这边很有可能是他吧？找路，哎、欸，对，要找路。有段，我一直被推，我一直被推。有段距离。那个鞋比较多的在前面。好，我比较疼，我前面，我前面，我往后。好的，我的鞋第二多少，有点远了，跑掉了。跑掉了、欸，你怎么见了？跑掉了，他应该是安旭福特，他应该是安旭福特。哦，有可能挖点煤炭。我觉得他没有跑掉，他应该是按着旭福特，想躲起来。等一下、哦，现在的话比较难打的应该就是红队了。对，红队，而且哈记真的很强哦。哈记真的要特别注意。好吧，我们还是重点挖矿。有人在钓鱼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晓得他在干什么。优质鱼肉。哎、欸，这里走不过去啊！啊、哦，他是太闲了，就对。哈记很闲啊。他在呛虾吧？对啊，呛的啊，在呛的。超呛的、啊。呛回去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付的。有没有黄金？再给我。看一下。哎、欸。里面有个耐久一的铁质胸甲，你们看有没有身上可以换？我的是防弹的，我的胸甲是防弹的，所以你们耐久是现在没什么用。耐久一没有用，耐久一没有用，完全没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边界现在大概到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还没说呢，还没有开始，已经开始说了，可是还早。我们这边可以走回中心，还好。好，东西要带着吗？要带着走吗？这边都是铁，已经懒得挖了。铁要铁。我觉得汪汪可以合成胸甲，可以汪汪汪汪那一队还蛮、哦、说的也是，汪汪那一队只剩他一个人，哇，所以他要躲起来，还蛮惨，他应该很难获胜啊，除非他一直归到最后，然后其他人都杀了差不多的时候，他突然跑出来这样。对、啊，我觉得他又看到嘞、欸，汪汪吗？一样是右前方，可是看不太出来那个是谁。我去找他，我现在杀红眼了。车峰，我跟你去，我血是满的。你在我后面吗？应该有吧。没路啊，这里没路。哎，我走错了。这里没路，这里没路，这里没路。没路，那可能没有通道。等一下，这是洞窟，他们堵起来的是洞窟。哎，你们有吃的吗？有，箱子里面一堆吧。一堆箱，哎，箱子里面都没。对，哎，箱子里面都没。你还需要吃的吗？对啊，我再丢十二个上去。有这边箱子里面有29个牛排，有 OK 头盔有换啊，我头盔换了。有，我拿一半，我先拿一半。你直接全拿了吧，我觉得。哦，好吧。看来你们都，我好像找到路了。有路了，真找到路了吗？秋风你在哪？我们跟上。来了，我跟上了。哦，鬼鬼这在哪里？这里，我后面。后面啊，好。这里可以换虚拟头过去。哎、欸，好像被堵起来。他应该是一下按一下没有，一下按一下又没有。对。喂，你们有没有铁？有没有铁镐啊？铁镐有。我想挖一下红石啊，顺便吸个经验。啊，顺便吸个经验，真的。我带我带，这一把给你，这一把给你。我还有钻镐啊，给秋风吧。钻镐。哦，这也是岩浆的。哦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小心小心。就是找人的路上，如果说自己死了小命。我正右方，你们看。正右方有对有了有了。哎，越狱进来，他越狱大了，他不见了，他故意安全的。要挖过去吗？或者他正好在挖矿，可是这里，但是这边这里太恐怖了，对吧、啊？这里都是岩浆。哎，好，鬼鬼你挖，我跟在你后面。我跟在墙后面。哎，鬼鬼这边好像还蛮安全的，我们目前都没挖到，因为我们目前都没挖到岩浆。跟这边好了，跟这边好了，跟这边，我看到后面、哦。在前面。哎，鬼鬼有，准备好剑了。江小 M 也去了。哇，他们那一队是怎样？其实这个是远离中心嘞、欸，那个会火吧？会受到边界压力。那等一下他就会被压死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至少会把他堵到死啊！而且边界应该是过几分钟说一次，60分，没有办法合啊。开始说，哎、欸，钻石，
钻石，而且变红石了，红石升级，红石升级，快升级，快升级，五颗，五颗，我准备好剑，我准备好剑了。你们太夸张了，随时帮你们防御一下。哎、欸，有洞，有洞了，挖到了吗？挖到了吗？挖到了，挖到了，挖到了。好好好，应该是挖到了。过去过去，哇，前面名字好多，名字好多，这边是哪一队？哪一队？哪一队？看不到人，哎，好多啊，有人中树，好好。可能是红色的啊，红色的，红色太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红色的，好像是红色的。跟他拼了，他们去不得。我要吃金苹果喽。跟他拼了吗？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，欸、不要怕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人了。有有有，我要过去喽，我要过去喽。好走，好好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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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他拼了啦！他们先射箭了，他们射箭了，射箭了，盾盾举着，盾举着，盾举着。这边盾举着不会受伤。哈记他们，是哈记，我们要正面冲突了。对，大概几步？很前面了，很近了，非常近，可是起步的问题。斧头需要斧头破盾。哦，来了，斧头。欸、他有燃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到。他是岩浆，他是岩浆，他是放岩浆。先退，退，退，先退。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哎、欸，有有有。啊，杀死了！啊，惨了！谁被杀死了？哎呀，啊、鬼鬼！哎、欸，他那啊，惨了、哦！我们三哈进来了，哈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冲！往左边看，往这。哎，我被杀了，我被杀了，惨惨惨！你了，没有办法防御。哎，可惜，我们被灭团了，我们被我们被灭团了，我们被灭团，一瞬间而已，他们根本没掉多少血吧？对，他们没有掉血，一滴都没掉，真的？对啊，他们有剑，太惨了，他们有装怪是不是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剑？有剑，对啊，他们怎么那么多剑呢？太惨了啦 ，no， 可惜耶，我被踢掉了。哇塞！而且他们一滴血都没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对啊，这里太难打，这里太难打了。因为他们有弓箭，他们有我们啊，而且对，而且他们有弓箭，我觉得他们地力还蛮好的。我们应该我们刚刚应该要退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应该刚刚是不应该杀过来的呀、啊。其实我们刚刚应该这一届比前两届好玩多了，前两届刺激多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前两届超闷的，这一届。好多了，好啦，上去了，啊、好可惜、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好啊，好，怎么上？怎么上？就直接跳到上面。喂，魔法师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，你知道吗？喂喂喂，哎、欸，我刚晒的衣服，喂喂喂喂，鬼鬼，喂喂喂，我们被清掉了，秋风，好可惜啊，秋风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件我打的比较开心呐、啊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真的太可惜了！请问你们怎么死的、啊？我们被他们用岩浆桶倒到了啦，而且我们粘得太紧。我们想要杀他，对。欸、我们粘得太紧，我们没有办法防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超……哎、欸，他们的剑很多哎、欸，超可惜哎、欸。你知道你就算你没有倒岩浆，你还是会死吗？因为他们有一个哭声怪塔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他们对，果然他们是有个声怪塔。声怪塔这么多，对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声怪塔。想到没有见为止。